伊都无怕好事。要真咧煮的钱的炒的做恁来，润吧恰恰电音加音乐，大家欢喜就好。单到音乐厅，阿杰为恁传的上青草。办一摊，搁一摊，朋友加亲情，大家捧场做恁欢喜，大声来唱歌。办一摊，搁一摊，一切交予我，快乐希望阿我声。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频道音乐厅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冯伟杰阿杰。哇，今天是2月28号齁，也是咱的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啊，伫咧遮呢，也要甲大家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齁。啊，我阿杰呢已经单飞，那我在3月5号啊，在3月5号就是下个礼拜六齁，啊，我个人呢新歌发表会幸福袂单人的专辑呢，啊，要带来咱西门町红楼啊红楼剧院齁，啊，伊个正确名称叫做大河岸留言，三月初五啊，我暗时啊七点要邀请咱所有听众朋友齁，来咱的红楼啊，就是咱西门町大河岸留言齁，凭 CD 就可以入场啊，凭我的幸福袂单人的专辑哈，就可以入场。我当天晚上呢，会有一个半小时精彩的演出哈，啊，也会有啊很神秘的特别来宾会来到现场。啊，希望咱所有听众朋友呢，三月初五哦，礼拜六晚上七点钟啊，大家只要带着我的 CD 啊，那不怪 CD 不要紧，很牛。大河岸留言哈，啊，很牛啊，门口嘛伫咧卖我的 CD。等于就是给大家吼啊，看一场免费的演唱会啊，会有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么一开始呢，来听这首《幸福袂单人》专辑里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的知己》。想起细汉我上好的马子，我离开着故里，来到大城市，一个人简单平凡过日子。想当初讲要离开，你都强。原来三句人生中的知己，除了你无别位，你过了艰苦甘有平安搁顺时，人生中的兄弟一世人拢会记，有闲就少少一个，大家来做伙团圆，烧酒泡茶欢喜讲几暝。想起细汉我上好的马子，我离开着故里，来到大城市，一个人简单平凡过日子。想当初讲要离开，你都强。原来三句
人生中的知己，除了你无别位。你过了艰苦，甘有平安搁顺时。人生中的兄弟，一世人拢会记，有闲就小招一个，大家来做伙团圆。烧酒泡茶，欢喜讲几暝。人生中的知己，除了你无别位。你过了艰苦，甘有平安搁顺时。人生中的兄弟，一世人拢会记。着小招一个，大家来做伙团圆。烧酒泡茶，欢喜讲几暝。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佑轩，欢迎收听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板豆音乐厅的节目，由板豆阿杰为大家主持，介绍我的新歌《新娘衫》，欢迎大家共同来收听哦。心肝皮泡菜，人生的路重新安排。
新娘纱一首最好听的歌曲吼，今日咱新娘纱的主唱者呢，就是咱的王佑轩，佑轩姐，佑轩姐你好，阿姐你好，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佑轩姐就不简单的呢吼，啊，这个佑轩姐呢啊，制作一张唱片吼，十首歌，拢家己制作的吗？嗯，接下来对哈，有四首国语歌是我的创作，是，那另外有六首是由名词曲作家哈。杰米老师他的作品啊，是杰米老师，是你请咱啊，佑轩老师哈，是咱新大唱片诶音乐总监，是这一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啦，啊，音乐总监啊，新大唱片诶，其他的专辑就不一定是我，是是啊，像咱这块新娘纱的专辑哦，我摕到伊专辑的设计，我感觉足特别的哦，伊是有开钱的哦啊，我想讲吼，哦，要甲咱办到应该听下听众朋友好好来介绍咱佑轩姐啊，佑轩姐呢平时啊呢也兴趣吼，哦，啊，她喜欢画画。嗯，哦，对啊，自细汉就爱画图。对，像呢啊，我今嘛说啊，掀开的专辑每一张的画的图画啊，这是算油画还是水彩画？我平常在画画哈，有水彩画，也有油画。那现在在这个诶这张专辑的这个画册里面哈，看到的这几张，前面这几张是水彩啊，水彩画。那后面有油画，还有对，有一个从彩峰看日出，那个是油画在中间。听众朋友啊，今天吼，哦，咱佑轩姐吼，哦，啊，足贴心呢，伊特别吼，佮传了三张唱片，啊，这三张唱片吼，哦，啊，伊内底佮亲亲为咱签名，后面啊，签名边啊，佮写四字啊，与您分享吼，哦，啊，这三张专辑呢，就是要来送予咱。板豆应该听爱听众朋友哈啊，这张专辑很特别，它是双 CD 啊，一张是 CD， 那另外一张就是啊 DVD 啊 ，DVD 可以看专辑的十首歌都有拍 MV， 对，哦，里面都有。对啊，都讲哈，咱苏队啊，伫咧开讲啊，佑轩姐也封面哈，就是一领新娘纱啊，其实也讲哈，阿，啊，姐你敢知影？这其实哈，本来是一领短裙啊，尔。啊，不过我讲无呢，我即摆看到是一领足大领的礼服呢吼，结果咱佑轩姐有够高追，伊讲阿姐你敢知这是安那做的？伊讲互你摇，这领衫是我做的，啊，你家己做的啊？是啊，你家己样裁缝吗？不是顶冠迄梳吼，不是我做的，但是下骹迄很长的裙子吼，欸啊，很长的裙子是我做的。你看哦，这伫咧海边，我设计的啦。对啊，你看这个裙子有够长的长呢。嘿啊，足长啊，已经当做迄个渔网吼去捕鱼，因为我在海边。为咱电台十四楼，当掉落个一楼啊？没有啦，哪有那么长啊？是啊，不过你看，大概两三层楼有。水的结构吼，这个网子到底是用什么？什么去布行证的吗？这应该爱猜谜哦，啊，猜对的人，这里我不是有提供三本这个专辑的这个这个专辑的书画册吗？是是是，答对的人。送他哈，答对的送他哟。啊，不安内啦，啊，听这边咱佑轩姐哈就有诚意的哈，啊，把这三张专辑哈，啊，亲亲签名要送咱听众朋友，安内足简单呢。听众朋友哈，你加入我的脸书哈，到冯伟杰二马冯，伟大的伟，杰出的杰哈，啊，我在播出之后呢，就会把这张照片。po 在我的脸书啊，大家来脸书吼，哦，来要那要丢的吼，哦，啊，我都卖讲要丢啦。前三名只要有参与，前三名吼，哦，有要，不管你是要讲啊，这是用希望啊做的啦吼，啊是讲是去用布漆啊加什么布做啦吼，啊是讲用什么做我不管啦吼，都，哦，凭大家视觉看到讲，哎，今天三位到底用啥做的？只要你有下前三位。好，哦，前，嗯，所以讲啊，在我们播出之后呢，我马上会在脸书。把这张照片犀牛沙的照片贴上去啊，卡出上紧的那三个哈，水下啊，就是这三位就是中奖，嗯，得奖啊，哦，对对对，咱就先来揭开这个谜底啊，嗯，OK， 哦，这一款应该写当作清楚看到的，对啊，哈，哦，嘿，你两个 po 上去哈，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材质对，它的啊，其实吼又唔对嘛，王健呐，前三名就中奖了，对啊，哦，好啊，继续呢啊，除了咱多听新娘纱以外，继续咱想要
麻烦佑萱姐啊，要来推荐哪一首歌曲哦，咱听众朋友。刷了咱来听一下，佑萱所写的哈，我创作的词曲《午夜咖啡香》。午夜咖啡香，啊，因为我有正咖啡。专辑的第十首，好，咱先听完这首歌了，再来跟佑萱姐好好开讲。午夜咖啡香，大家来听看麦哟。深夜里一个人悄悄地跑了出去，有一个熟悉的小小的心底声音，他在我耳边里轻轻地说，轻轻地说，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咖啡香，哇，这条歌的旋律、哦、有点中版的四三，哎呀，边听就会边摇，边听就会边摇，哇，就觉得那个咖啡的香一阵一阵的飘过来，哇，有闻到了哈，对呀、啊，有没有想要喝一杯啊？很想呢，我好像长这么大哈、哦，刚刚多少熟的啊，刚刚佑萱姐姐开杠哈、哦，啊，因为咱听这条歌了，要
你要听这边知影，优先姐呢，平时啊除了啊会样写歌，会样唱歌，啊一个就给出天分哈、哦，有在画画啊，水彩画啊，大家如果拥有他的专辑呢，就可以看到他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哈、哦。啊个家己拢伫咧台东，啊伫咧进有机的推广有机的，哎、欸，我干嘛做赞的呢？我是觉得啊哈。像其实我们台湾的土地，我觉得也是要我们台湾所有哈，那你老百姓爱惜，哎，那来爱惜，对啊，啊来爱护它，不要去伤害它，对啊，啊，但是哈，一般很多的农作哈，因为为了要收成比较好嘛，嗯，啊，所以都爱可以化学的，对啊，那所以像我这一次哈，在我自己台东的土地上，我有种咖啡、啊雷蒙哈、跟芦荟，啊，像在种的这个一个。概念呐、啊，哈，就是我自己心里头的一个期望，哦、嗯，跟一个方向，我要朝着一个有机的、没有毒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栽种这些植物。叶萱姐，因为我对种植物嘛就有兴趣，我查讲这个土地要有有机，哈，伊都要有几年，拢完全唔捌。对。它一旦你使用农药哈，你很久很久都很难再回复回来。对，那我这一块地有个好处是，它从来没有用过药、哦，所以我的那个有机的成分哦，我土壤有拿去检测嘛哈，有机的成分对很高啊，所以就这样栽种起来，我几乎连肥料都不需要去下它。是是是，嗯、所以都不用去加肥料，所以讲嘛唔免啊嘛更加无可能讲咱的物件也可以掺喷农药啦哈。不会，对，我自己都很重视养生。对，因为我查讲吼，我屏东啊，屏东做侪咧种雷蒙诶、嗯，啊，我有做侪朋友伫咧种雷蒙吼，伊拢会偷偷甲我讲，啊，我唔查讲安尼这个大家分享好啊歹啦哈，因为吼我查讲雷蒙吼，伊本身农药就足够诶。这一部分我别人怎么种我不是那么的清楚、嗯、所以我也不敢不予置评嘛，哈，但是我自己我很重视养生，所以我每次去买东西哈，我都很注意哦，说这个东西有时候我故意不挑那个很漂亮的，愈漂亮愈浓油，像那个买菜啊，就挑那个叶子上有虫咬过，对对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柠檬它是一个好东西，对，啊，所以我想要种，请家己。进来家做安全的，因为通通不会去用到药。你要去买到无药的农药是足困难的，这是事实哈、啊。所以讲啊，佑萱姐真正是为咱台湾这个土地哈，啊为咱，是讲这马龙你家己在家，刚有对外的销售。现在目前是还没有对外销售、嗯，可是未来因为有种了好几百棵嘛、嗯，所以以后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哦、分享这个有机无毒的这个栽做出来的这个产品。那我最主要是一个方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跟佑萱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看法跟理念哈，就是我们。来爱护台湾的土地啊，尽量不要我是没有用农药，那其他的有在做农哈的朋友们，大家尽量不要去用农药，然后让我们台湾的土地是很干净，然后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环境。对啊，请我都啊。顶年我有去韩国吼，那导游告诉我们啦，伊讲吼韩国物件你个家拢做安全的，吼伊吼因拢政府拢不准因啊、他们的检测很严格，对，而且他们也都不允许他们用农药，所以讲因的物件吼，这样比较健康，很慢来了，差不多只有拢会当很假，拢就放心嘛假。我感觉这嘛是咱为，那是咱台湾这个农产品需求量太大吼，啊，所以无法度。必须要讲，像这上简单的啊，豆菜，哦，豆芽菜，好像听说今天晚上种，明天晚上、明天就可以收成了哈。拢做些野外物件。其实我觉得哈，像台湾在这个农作哈农的这一方面呢、哈。应该是，如果说不管是政府啦，或者是老百姓，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土地就这么多而已啊哈、那我们应该要去爱惜它，还有我们台湾的景观很漂亮，对，所以我是觉得啦哈，我们其实是可以加强观光哈，然后结合这个农业哈，然后再加上这些文化的这个元素进去哈，那这样子也可以把我们的经济哈，也是可以有提升的一个效果会出来，是，那不要说农业只管农业，然后好像
各行其道，那变成说农业跟观光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会打架的一个层面会跑出来，好像互相之间会有一些抵触到啊。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是能够做一个整合哈，就是公关部门哈，或者是百姓之间，大家有个那个概念，我们可以其实是完全是为台湾好，对啊，我们要让台湾的经济能够更好，但是不是说这个经济的好就是要把台湾的土地污染呐、啊，或者空气污染呐、啊？我们应该要朝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好好的看是怎么样弄，然后这个做起来的时候，它是又可以带动观光，又可以提升我们的哈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它的整个的值，然后对我们的文化哈都有很大的一个宣扬哈，对，这样对台湾才是真正的好。哇，我感觉哈，咱佑轩姐哈，除了就艺术在个会样唱歌、写歌、画画以外哈。我感觉对咱农产品了嘛，足了解呢。因为有实际的去接触、啊，我感觉你当做你该做这呢哈。改天可以来出一本那个有机的那个自己栽培有机的一个经验的一本书，经验的一个分享哈。我感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对对哈，跟大家分享。哎呀，买蛋工啊，做起头脑大家拢爱好安呢。植物诶，吼啊，务农吼啊，一边大家拢伫遐种地芒，啊一边就伫遐咧听歌，吼、欸，对，很好、欸。啊一边伫咧遐栽种咖啡，是啊，啊一边伫遐咧听咱生活化。佑轩姐唱诶《午夜咖啡香》欸，真的很棒吼。哦，咱开讲诶，你啊坐都啊听了，《犀牛山》是台语歌，啊，《午夜咖啡香》是国语歌，啊，咱这部。啊，安尼咧开讲吼嘛，咧时间咧过足紧诶，我是讲继续过来听咱佑轩姐专辑内底都是好听诶歌曲。咱即摆过年时啊，哈，啊，无咱来听一个很有这个喜气洋洋的味道的歌，台语歌《花开月圆》哦，《花开月圆》台语叫做《花开月圆》，好，咱来听一首较好听的歌曲，阿妈祝福大家哦，好。
大家好，我是江志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 人生中的知己除了你无别位，你过了艰苦但有平安又顺心。我的知己，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所挂目镜的阿杰冯伟杰，介绍我首张个人专辑幸福袂单人，低波主打歌一人孤单两人疼。我的爱情是乎什人来酒醉，心挂着风吹无幸福路通行。我一个人九十岁老阿嬷亲手所教的功夫，好吃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糯米拢香 Q 弹牙，这么大粒，让你吃熟又吃饱。三重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道时机拜拜，先顾肚子吃够佛祖，一粒才卖25块。现在到店来买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三重香 Q 馒头。欢迎光临贝多利奈米生活馆。贝多利奈米生活馆产品多样化，有能量杯、各种身体用的保健用品、独立筒弹簧床、乳胶床、乳胶枕头，每一样都有很好的功能哦。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有奈米光触媒、远红外线、负氧离子等功能，加上能量光波振动，可为我们的室内空气及人体健康带来新的希望。让我们一起维护环境，保护室内空气品质。贝多利奈米生活馆，02-2971-7257，2971-7257。各位病菌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加油加油！啊，首领，大事不妙了，人类开始用肥皂了。大将军令，只要他搓洗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已经超过20秒，没机会了。洗手请用肥皂，搓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你小姐，这是健保局，怎有人摕你的证件来领健保的补助金哦？我无啊。无紧啦，阮的检察官会甲你联络。我是检察官，已经涉嫌伪造文书，因为侦查不公开，立即楼下的超商摕现金，我们监管你的口座。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接到那残酒诈骗电话，应该向相关单位或者是165查证。公务机关甲司法机关会用电话通知，嘛会用现金公文监管你的口座哦。聪明计算出啦，诈骗先甲边啊！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阮拢是伫这在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三的地。一条链裤带，将你夹伫阮心内。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上爱吃路边摊的皮姑娘啊，我是上爱自驾的周珊珊。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板道音乐厅，由咱板道那个挂目镜的阿姐哦，为咱大家主持的节目。一条链裤带，将你的心。将咱的爱连成一条幸福的未来。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有气质、足浪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幸福》。袂等人，一天，雨脉拢同款，我的
银币一锭一锭变白的头鬃。啊，人生算得苦涩，无提无想，才会体会有甲味苦苦的香。无情无地散，袂怨什么人。有心无地藏，曲终是憨人。青春无归档，漂泊过轻松。有爱的人，你真少听我的报丧。啊，烧酒一杯一杯，敬无言的人。我的感情一段一段，死到着相共。啊，人生目一个字，路无缘愿。幸福就是你的手有人来牵。有情就爱送，不通来暗藏。有心就勇敢。追求你的人，春夏过秋冬，幸福袂等人。有爱的人，你敢是我欲找的人？就听我的报丧，啊，不通来暗藏。有心就勇敢追求你的梦，春夏过秋冬，幸福袂等人。有爱的人，你敢是我？办车头的料理，吃好吃的物件，拢伫咧办桌音乐厅。阿杰带大家转购吃透透，吃透透又跟我们一个转购吃透透一个单元，今天我们吃透透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王佑轩。佑轩姐你好。阿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咯。嘿，我知道我们佑轩姐在上半段跟大家开讲是一位很养生的，包括他要买菜都要买一种糖加粿，要自己本身都在台东都在种一些有机的蔬菜啦、水果啦、咖啡啦、柠檬啦，所以他自己非常非常养生，相信他给我们介绍好吃的东西一定是很养生的。佑轩姐你给我们介绍都要好吃的东西。我自己平常煮的东西都很养生，是，然后我会把那个山橘子叶哈，山柑啊、奇尾柚啊哈，可以来煮汤哈。啊，我当下问你，我们会去拔这个地上长的那个野菜哈，啊，像山当欧啊哈，啊，还有龙葵啊，哦，这个在我们园子里面都拔得到。哇，这台上拢在办得丢。丢，嘿，啊，其他所在应该嘛办得丢啦。办得丢。啊，我平常时家己煮的拢做养生，是啊，不过去外口吃哦，不要紧，无一点讲以后吃为主。哎，对对对，都是以它好吃，可是。嗯，到底是不是很养生那个就不一定了。蛮紧蛮紧。啊，像我齁，像这种冬天的时候我都很爱吃什么你知道什么
麻油鸡啦哈、哎啊，都一样，啊个姜母鸭哈，都一样。麻油鸡哈，嗯、在迄个南口都有一哪哈，伫南口南口南口这个南口吗？无，我会经过遐，啊，你经过遐，有当时会经过遐。啊，南口有一搭吼，是迄、那个，就是这个林口的那个长庚医院前面那条叫复兴路嘛。哦，复兴路，嘿，是哈，嘿，啊，它有麻油鸡，好、哦、那家的麻油鸡还蛮好吃的。哦、离那个马偕医院出来很近那个地方，对对，市集嘛，是吧？对。哎、欸，它不、哦，它不是市集，它在马路旁，是长庚，长庚，对，长庚医院，马路旁，马路旁的店。啊，那啊那，他叫别人敢吹乌，应该吹乌啦。有点好听咯，对啊。伊就是迄个麻油鸡啊，还有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那个卤肉，萝卜，萝卜饭，鸡巴饭，鸡巴饭，鸡巴鸡巴饭哈啊，他的鸡腿也很好吃。是哈、哦。啊，还有他隔壁有两。隔了两三家，有一个是肉骨茶，啊，肉骨茶，嘿，肉骨茶那间店哈，嗯，也很好吃，是是是，好，这是林口的，然后台北的也有，台北像其实像我还蛮喜欢吃胡须章的那个四神汤哦，哦，确定的四神汤，它是全省好像到处都有了，对对对，好，今日重点呢就是咱台东嘛有，台东冇紧，咱今日台东啊，另做介绍啊，咱优先者给咱介绍就是咱伫咧咱林口。啊，长庚医院复兴路吼，一间麻油鸡，爱讲迄间诶麻油鸡酒就好食，啊，搁伊诶萝卜饭，大家若有机会开车位啊过吼，哎，可以去给他，如果有刚好看到是佑仙姐介绍的这一间，可以下车去给他品尝一下吼、哦。这是今日咱啊佑仙姐给咱介绍全国一大套好食诶麻油鸡，伫咧咱南口长庚医院复兴路。好，咱继续呢，要过来听啦佑仙姐专辑啊，多首好听诶歌曲。即卖天气吼。拢足冷的哈，是啊，啊定定在落雨，啊所以哦，足希望讲这个雨会当赶紧停哈，赶紧停，啊所以啊来听一条叫做《无情夜雨》哈，好，啊希望雨赶快停下来哟、哦，好好，今日吼足欢喜佑仙姐啊来个节目当中呢，啊跟咱分享足侪咱有关吼啊有机。啊，一寡食食的问题哈，啊，佑仙姐她本身就栽个哈，自己弄的画画，那、啊、特别提供了三张专辑哈，那这三张专辑呢，啊，明天啊，等一下节目结束哈、啊，就会公布在我的脸书啊，大家可以加我的脸书啊，是专属冯伟杰，二马冯，伟大的伟，杰出的杰哈，啊，到我的脸书，我会公开把这张新牛沙的相片哈，po在脸书，前三名留言的，不管你有要掉无要唔掉哈，就可以拥有我们王佑轩老师为大家签名的这张新牛沙的专辑，咱特别带这首啊，无情夜雾。歌声当中呢，暂时要来跟佑仙姐啊讲一段咯，感谢佑仙姐，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佑仙姐，谢谢，谢谢。谢谢将来。
受乎受风的雨中飞。好辛苦苏皮的一句话，板豆阿杰叫大家做伙来收听。吵吵吵吵，阿水总来啊！民警来大开车，有警察来来抓，警察来来抓。各位文章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上，和你要啊，你一定要对啊，就是哇哇。我就是波比天后王彩华，台湾兵棋部的台湾菜瓜部。今天开车真顺心，大家都很平安。哇，今天要介绍我这首歌，佛教心灵音乐，让你听了大家阿达里都不错，这样生理强强棍栽完棍棍就一直来介绍这首黄财神心咒。三巴拉扎勒扎耶松哈，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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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巴拉。非常感谢咱今日所有听众朋友对咱频道音乐厅的收听哈，啊，伫咧咱节目最后呢，我要甲大家重复
啊，讲这个开场的一个讯息哈、哦。今天是2月28号，伫咧3月5号呢，啊，我个人呢伫咧咱西门町红楼戏院哈、哦、的大河岸留言哈、哦，啊，晚上7点有一个新歌发表会，有一点半钟的时间哈、哦，啊，伊就伫咧西门町的红楼戏院内底哈，啊，希望大家呢啊都可以到现场来为我加油。啊，大家来一起来同欢啊！如何进场呢？啊，我们现场哦，啊，门口就会有贩售我的 CD， 就可以凭 CD 就可以入场。啊，你老公进行出的都一点五万专辑啊，你就带着我的专辑啊入场啊，唱完歌之后呢，可以让我来为大家签名哦。啊，大家我会轻轻为大家签名啊，跟大家握手哦。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可以加我的脸书冯伟杰啊，我的专属脸书哈、哦，二马冯。伟大的伟，杰出的杰，今天也很感谢呢王佑轩啊，佑轩姐呢提供三份啊，他的 CD 哈啊，亲自签名的 CD， 要来给大家啊结缘哈啊，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对我的支持和爱好。节目最后呢，来听一首《今夜又过忘记你》，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大家讲拜拜。我生活欠一米，过去那段感情我拢甲想起，愿意你去倒位拢无笑无喜，连朋友严格对我讲起，心爱的今夜又搁忘记你，忘记。我念我的身躯边，嘴角的笑容犹原遐尔甜。天光已经请恁摊来离开。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愿离开，我讲因为一间厝内有伊的香味。虽然开甲天边离远走高飞，床头边也刻着咱的名字。我生活欠一米，过去那段感情我拢甲想起，愿意你去倒位拢无笑无喜，连朋友严格对我讲起，心爱的今夜又搁梦见你，梦见。我念我的身躯边，嘴角的笑容犹原遐尔甜。天光已经请恁摊来离开。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愿离开，我讲因为一间厝内有伊的香味。虽然开甲天边离远走高飞，床头边也刻着咱的名字。心爱的今夜又搁梦见你，梦见你我念我的身躯